大家好，今天是2月15号，星期二。刚过完年，我的同事要请我到他们家。他做的甜点给我影响非常深，所以今天我想谈谈这甜点。他做的是宁波有名的新年甜点。是他已故的亲父找给他做的方法的，简单来说就是当归、糯米团子、水果摊。首先在会坛露水中放入龙眼煮一下，然后加入糯米团子，等到它们糊上来。下一步加入米酒和水果，加什么水果都可以，不过加主用的是香蕉和橘子。然后加入龙鱼须的淀粉，在那以后关火。加入当叶，我们常常在汤里加入当叶，用中文叫当花，意思是鸡蛋的花，我觉得很漂亮的字。最后换当归花酱，我最喜欢当归的香味。这个甜点非常好吃，非常非常好吃，我记了两碗，下次我来自己做吧，谢谢。